就凭他不可能爱你。众所周知，下个月初八就是穆婉清小姐和徐光耀先生的订婚仪式，所以我今天决定在这儿宣布，穆婉清小姐是我要追求的人。所以，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距离他们的订婚仪式还有8天。如果我能在这8天的时间里， 打动穆婉清小姐的心，那么徐光耀先生就要祝福我。如果我没有做到，我也会祝福他们。哎，你能给的，我都能给；你给不了的，我也能给。 凭什么要让？凭什么？就凭他不可能爱你。这一拳，我不还手，不是因为我理亏。 因为你不知情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你这辈子只能是他哥哥，因为你们徐家欠他一个哥哥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说，你真的爱他吗？爱，有多爱？老子天不怕地不怕，一辈子了，但遇见他，我知道什么叫怕了。不敢死，怕他会伤心，更不敢输，怕给不了他幸福。婉清有你，是他的幸福，真的。 希望也能成为他的幸福，否则我会放过你。